究竟是引狼入室还是瓮中捉鳖？谁呀、啊，大晚上？哎，你来干嘛呀？我房间衣服都塞满了，可不可以在你这晾晒衣服呀？这不合适，不方便。拜托拜托了。不是，我房间也没有晾衣服的架子，你这怎么晾？我有啊。主要是不方便，这孤男寡女的，你让我怎么解释？你真的。人呢？咋、啊？你干嘛？我晾了下衣服，晾干了我就走。你用读心术戏耍兄弟姐姐，肉肉会读心术，好无聊。哼，你信不信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？你就吹吧。吹哦，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哦，这么厉害，把嘴给我闭上。我喜欢你。可能是我的爱情它来得太晚了。今天又遭到了兄弟姐姐的藐视。今天又不穿裤子，这不是看不起我吗？好歹我也是个男人啊。你要起飞呀、啊、肉肉、啊、这怎么穿了？干嘛？你在厕所门口偷拍兄弟姐姐时。天哪，这光天化日的干嘛呢？不合适是吧？哎，你干嘛呢？你别乱来啊。干嘛在门口奇奇怪怪的？哦，穿着衣服呢，以为你没穿衣服，我觉得自己不干净了。哎，你说谁莫名其妙了？明明是你莫名其妙。我太难了。你对兄弟姐姐说大实话时，哈哈，你说我们合作了那么长时间，我有什么特别让你难以忍受的缺点吗？没有，你没有缺点，你是完美的，你。没关系，你这么说。哦吼。这话说，那你以后洗澡就洗澡，你关什么门呀、啊、你？啊在家就在家。江西娃，你那是缠他的身子，你下贱。当兄弟姐姐肚子痛的时候，哎，肉肉，你怎么了？肚子疼。啊？来，赶紧去那边坐一下。肉肉，还疼吗？疼。那我帮你捂一下吧。嗯。还疼吗？嗯。哎，看来我只能用出我的必杀技。肉肉，这样好一些了吧？嗯。就是有点痒。哦。你。ただの世界が大きくなって、私が描くなってもいい。莲花绿茶和你的区别，白莲花。他好凶哦，我好可怜。绿茶。他好凶啊，你好可怜。你。我好凶啊，你好可怜。啊！这小子长得怎么？哎呀！你终于向生活低头了。肉肉。昨晚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啊？你大半夜还接电话，你找我干嘛？我想尝试你说的那个深刻了解。说人话。我想老牛吃嫩草。那我以后晚上不锁房门了。这么善解人意的吗？你什么时候吃啊？我有点着急。女孩子的身高到底有多不可信？哎，肉肉肉，你有多高啊？1.7。啊？你有1.7？真的吗？对啊。哦吼！哎，1.7，哎，就这儿了。哎，肉肉，你口红掉地上了。他能说的话有没有兑现？他现在。